你说什么来人？你是小熊吗，千妮？有。千妮，你想要喝什么？就是想要喝牛奶的。喝牛奶是吗？好，千妮，爸爸跟你讲一个不好的消息。想听一个不好的消息吗？不想要。那爸爸跟大家讲好不好？有。好，就是我们的冰箱，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突然它的冷藏啊变得非常的冷。起初我发现呢，我的科尔必斯怎么结冰了？我还想说，哇，他会自己做科尔必斯沙瓦哦，不错哦。然后结果后来就发现，哎，不对耶，那个优格结冰了，圈你喜欢吃的优格不能吃的已经结冰了。昨天呢就已经有先上网填单子，那个报修的单子，然后今天我打开我们的冰箱门，我看到这个景象。傻眼，给大家看一下，噔噔，这些，这个是可乐，整个炸出来了，各位，可乐炸出来了 ，Oh my god！ 来，我们先给圈妮喝牛奶。哇哇，糟糕！你看，圈妮，你看这个也结冰了、啊，这个里面也结冰了，对不对？这个牛奶也结冰了，我们要把它，我们把它冲一冲，好吗？哇，这你看，这整个结冰了。Hello， 圈妮，赶快去喝吧。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水，它也结冰了，它结冰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你看哦，我的这个识别选择，我在冷藏这一格啊，我已经调到最弱了，可是它还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这边到底有没有冻到还是怎么样。总之呢，如果有人知道。这个冰箱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搞不好是我们哪个地方做错了，但是我目前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先联络了原厂。我觉得他们效率蛮好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冰箱，是我自己那个没有关紧，所以导致它有结冰，然后他也是马上就有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说有可能出的问题，然后马上就解决。好，那总之呢，这不是今天最崩溃的事情。我跟各位讲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突然我得知了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圈，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我今天才得知，巧虎的中文版月刊就是要暂停了。之后呢，他官网是说，这是巧虎的新在哪里？巧虎的书啊，我们先看英文版的吧。哎，巧虎，创刊35年，巧连字月刊无预警停止受理订阅，就是巧虎说他们呢，他们的官方说法是，因应环境的变迁、纸本的阅读习惯呢的改变，还有学习工具的演进，巧连字呢将进行它的这个事业调整跟月刊商品的转型，迈向新阶段的起点。大家先，有一期吃饭喽，有一期在跑球。所以你现在都会自己讲故事，全部整本他都会自己讲给我们听。有一天什么？怎么了？有一天怎么了？有一天出去玩了哦。出去玩了。有一天呢？有一天。吃饭了 ，cooking time。他吃饭，他拿着他汤匙跟叉子，对不对？就是今天我们的他吃饭了，大家都在吃饭吗？他吃饭了。好，那千妮也吃完了吗？你的牛奶呢？还有他这边。好，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家的巧虎的书籍并没有说 不受欢迎什么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喜欢看这种纸本的阅读刊物。可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我们现在整个团购社群也都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还有跟大家说，我们三月预计是会开团嘛，那我们也是今天才得知这个消息，是吗？这是什么鱼吗？耶！找到了。那我们今天在团购群就非常热烈的讨论。我看起来，其实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希望可以保留这个资本的刊物，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说很可惜啦，就是希望巧莲智可以跟家长们讨论看看，其实大家 feedback 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大家很喜欢的陪伴的，因为我们自己都小时候也是看巧虎嘛，因为巧虎他我看报道是35年，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家长很多人都是看巧虎长大的啊，都是看巧虎长大的，所以就是会觉得很不舍啦，希望他们这个决定可不可以讨论看看，这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一起集气好不好？一起跟巧虎请愿，说我们还想要资本刊物，我们还是想要有这种比较传统吗？还是就是他的讲法是说，因为阅读习惯改变，可是我真的觉得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这种资本的这种方式去学习是最好的。丫丫在哪里？丫丫，你找到了！这是什么？不知道。水。在哪边？水壶在。哎，你找到了！在这种锤子。虽然今天有这个不幸的消息，但是今天还是有好消息的。我们的星球工坊爆米花开团了！哎，我们上一次呢，还有四支全部的，然后做出评比，我把那个影片放在底下好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过他们呢，每一次的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一些经典不败款呢，一定会有的。像我自己呢，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焦糖咸蛋黄，也不是说最喜欢的，就是我蛮喜欢的啦，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吃咸蛋黄，所以这个其实带有太多我个人的偏好了。那他们家呢的热门款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们上一次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玉米浓汤。玉米浓汤，超香浓，你要棒棒拿吗？全你，你在干嘛？你要闻看是不是？全你超厉害的啊！对，你刚才是故意在考爸爸吗？你在闻一闻是不是？一下玉米浓汤，玉米浓汤口味啊，很香吗？很香吗？香。耶！谢谢Chenny，还有这一款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Double Cheese 起司口味。Chenny，要不要试试看这一款？闻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很香，很香啊！我的是，那是什么？不知道。起司口味。再拿一个。再拿一个。这个是 double cheese， 有吗？很香吗？什么口味？什么口味？虾的口味。香的口味啊！谢谢甜妮。这一次很特别的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新春爆米花的礼盒。这个新春爆米花礼盒里面是4包40克，就是小小包的，然后有4种口味，是玉米浓汤、特浓起司、焦糖塔汁跟双色地瓜4种。这个呢就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送礼，或者是你要自己留下来吃，像我们家的一盒马上被扫空了，我连吃一口都没吃到，维尼就已经吃光了。虽然现在团购时间还有3-4天，
但是大家如果是要送礼，就是那个礼盒，大家想要送礼的话，要在过年之前寄到的话，就只有在二月一号之前就要记得下单哦，这样才赶得及在过年之前。我们再把资讯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大家记得再去看看。好，总之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嗯，我们自己也都非常震惊。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过？以后没有巧莲吃的书了，会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圈里还是有很多书吗？那、哦、是这样子啊。好，这本不要。这一本不要哦。我们今天看完了，我们明天再看好吗？好。好啦，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晚安咯，拜拜。拜拜。